忘了该说了。嗯，就说康帕斯经常会。我说你们公司就是了。哎，对，康帕斯就是你们公司，就说康帕斯，康帕斯经常会有厨师还有品控人员来知道我们农药的灌溉。请说。从你们康帕公司跟我们订合同以后，我们的要什么我们给你种什么，你们的厨师还领导经常来到我们地里看我们的蔬菜的质量，农药不要超标，我们一直按照你们的这个制度来种植蔬菜。